曹泳妍女士、严定国先生、李慧英女士、潘碧女士。20日星期六晚上7:00萬錦劇院舉行的這個慧妍雅集慧琪英粵曲粵劇慈善晚會，除了請到很多不同的名伶遠道而來，由香港來到為我們再演出之外，最深的意義就是為到怡康基金會的長者服務籌款的。那我們這個時候就請主辦人慧姐跟我們講幾句說話。多謝你今天百忙之中都來參加這個所謂慧妍雅集慧琪英的慈善演唱會。我呢就是 很感謝，因為有幾位嘉賓呢是遠道而來，在香港來的。第一位是嚴定國先生，好朋友湯光成先生、楊宇坤小姐、陳景英小姐，她今天就有事不來得，我都是在這裡多謝她的。還有伍淑君小姐，還有盧劍雄先生。都仲有啲嘅喎，等我諗下先。楚橋係，仲有楚橋，係劉劉楚橋。咁啊，仲有好多咧，係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咧，好多朋友咧都係好鼎力支持我、幫忙我嘅，係冇完全無條件嘅。我喺度好衷心感謝佢哋。所以咧，真係唔知可以用咩言語嚟形容，總之係衷心感謝，多謝係大家鼎力支持我這個慧妍雅集慧琪英的演唱會。